韩国第一夫人金建熙在访问卡塔尔期间遇到了对手，卡塔尔太后的气场驾驭全场。金建熙一身黑色西装亮相，气质不输太后，但太后的冻龄和自信更让人惊叹。卡塔尔公主与金建熙的对比上，也显示出太后的霸气。夫人在中东的访问着装简约大方，黑白色系显气质，